在我们的背景板签名，欢迎你。好，欢迎现在背景板签名。媒体朋友们，可以了，我们可以跟子琪稍微聊两句吗？哇，好，拿下，我们稍微跟子琪聊两句。对，我们知道子琪一会儿会在那场有一个精彩的表演，好吗？对，是不是？对，能不能？我希望是精彩的表演，肯定是精彩的表演。而且我听说是一首新歌，是不是？对的。能不能在这儿先简单跟大家透露一下这首歌？这首歌呢，其实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。哦。对，那个电影是。太空旅客是一那首歌叫做《光年之外》，是一首我专门为这个电影去创作的一首歌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特别期待一会儿在那场您的精彩表演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，一会儿那场见。谢谢。好，哎，小心啊。好，一会儿见。